家好，欢迎来到美妙的羊毛，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欢迎再次回到一个超级漂亮的围巾。我今天给你们展示一个颜色简便的围巾，泰迪实际上用这个白色反转过来，我们用一个胎有波纹羊毛的线绢，里面有很有趣的结构。欢迎你考虑好并且去调花的围巾，祝你们玩得开心。亲爱的，让我们开始这个美丽的泰迪羊毛。我们有一种彩色的，我们有个橙色、粉红色，还有一些米色、棕色和红色。红色100克的编织线，100米跑步长度，实际上6个球花了3,500欧元。8号针，我实际上会用8号针钩，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里有100 fsa 的抛光，我们皮肤的颜色在这里打印6个号，所以这就是色彩混搭。我首先从毛线里找出中间，哎，燕子工作得很好了。然后我需要再次在这里看一下，我在这里也找到了重心。你肯定能看到所有的颜色都很美，然后真的会过渡到另一个色调。所以我这里有很多米色，它被棕色调跑围。这个线是如何构成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毛茸茸的部分，然后我们这里有一条小线使其稳定。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单独的线围绕它，做得很有趣，也因此产生了波浪形状。现在我真的要开始做围巾，我会开始做一个空气链条，我会打一个倍数的空气链条。我首先会把两个作为空气链，2 3 4 5 6 7 8 7 8 9 10 11 12 13 14，你们看，用这种针的大小来编织真的很漂亮。它有点不安住，通过这个看，这种波纹图案很自然。因此，实际上如果我拉绳它并在这里勾上，我也可以使用更小的针，但是由于体积和波浪搭的通道。然后我掠过前3个针脚，进入第4个针脚，并完成第4个针脚，然后勾一个紧密的勾环。那么我就接一个空勾，跳过下一个勾，就是这个啊，然后又勾了一个实心针，然后再来一个起针，这里再跳过一个针眼，针入下一个针眼，一个固定的马滑，一个空马滑，再跳过一个马滑，再次编织一个固定的钩针。所以总是交替编织固定的钩针和空针，我就让每个空针下面是一个在原始链条中的空气环，然后再来一个空钩，我只剩下2个，所以正好推上。然后在这里最后一个钩片进一个紧密的钩片。那么这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一行图案，你们可以看到，当我拉开它时啊，我总是能在这里看到这些空隙，就是在那的下面。我就会等会我已经勾了空气针，现在在下一排我就把我的金钩针勾到哪里，我采用2根空气链条来增加高度。是吗？或者一个为了高度，一个已经在考虑跨越。我在这里搞的是固定的针，也是我在第3层针入的地方，因为我在哪里勾，在这里来回去喊绕一个扎实的钩子，你马上就会看到。我现在开始的是，我这里勾了一个固定的针，然后又拿了一个空针。我刚才勾的这个空钩就会放在前一上的紧密钩环上面，现在它又回到湿帘和空气帘，一直到另一边。总是交替进行，然后我来到了我留下的这个小起针链的开始。我现在在这里勾上我的最后一针，你们现在看到这里，在这个较亮的颜色调上也已经有了固定的针脚。
考虑一下，这就是这种模式的好处，会刺入的更深，这样就会有柔和的颜色过渡。还要算上前一行，尤其是当你有这么快的颜色的时候，就像这里的变化者一样。所以我再次去两个漆帘把整个东西翻一次，然后再绕着前排的漆帘织。当然紧密勾环和空勾总是交替进行。然后我就已经到他这里了。我现在真的是围绕我在每一排开始时所采用的这两个小空气链条来勾，就像我刚才选的高度和曲尺以及下一上的穿刺点，我就接着做，围绕着下一个空麻花插入空气链，勾固定针、空气针，然后是下一个结重点，下一个固定的针。在这里我实际上相当于在这一行中调色，在下一集中如你们所见会有一些轻微的颜色变化，我们再看一次。不要猜来，我今天我不是得勾起一两行呢，然后我会自己继续勾一段时间，然后当然会给你们展示一下中间结果。如何自然的用色彩装扮这里，所以总是要勾边空气网格和固定网格。为了高度勾两个空气针，翻转空气针，你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结构，看到它的效果了。然后继续回去实体针、气针、实体针、气针、实体针。然后我又回到了哪里？已经到了下一页，你也可以看到图案，就像非常快速的勾织，每星都制作很少的固定环。我有一套其实五个阿六和他们之间的空气链，尽管如此，你还是能很快的赢得一些空间，与针尖的高度相等。哎呀，我在这里把工作线勾进去了，我当然不是故意的，所以是那彩里的颜色，你看彩里彩色非常漂亮，就是为了这里的颜色。抓住这里，我现在有更新给你们，所以你们看，它从这个米色和棕色中发展出了这个橙色，然后我在这里有了第一个粉红色。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轻的色彩过渡，这里是较深的玫瑰色，或者几乎是红色。然后我们继续进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颜色变化。对于这个图案，我还有一些样貌在我面前，然后我还有一个第二个球。好了，亲爱的，我实际上只用了一个完整的线团来勾，这样围巾实际上也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长度，现在大约有一米。Motorcycle， 我还是让另一个线团再来一次。我现在这里有个重线，我现在要把它完全拉出来，当然也要把它缝合。你们现在可以再清楚的看到，非常非常漂亮，这些可爱的颜色与过渡，这里总是这样啊。我们有这里的最深色调，加上围绕它的是玫瑰色、橙色，同样在这里依次在受宠，棕色和橙色的颜色调，然后我们再用深色涂过一遍，每次都这样，每个都配备了 vibe， 它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结构。在样貌中，这个裹起来的和这个轻轻的薄型非常非常漂亮，我当然希望你们也喜欢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它向上飘动。订阅铃铛，别忘了集货，然后我们再见。 I'm not a human， 再见，我们有个样貌，再见，再见。